当时我的年纪小，也许天不高地也不厚，也许当天那个少年实实在在在太狂妄。乱世中着你的一个梦，每个不想当大英雄，翅膀微风可心却凶，飞不起来还破个洞。冲天下绝地上好苦，突如其来的下不到我不顾巨如的注目，因为我的心有这般的高，而我的只有这般的远。突如其来的吓不到我无辜于如的如不怒，因为我的心有这般的高，而我的只有这般的远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为什么哭啊？谁把你关在这里的？发生什么事？你告诉我啊！荣老爷，我刚刚发现一件非同小可的事，一定要问清楚。房里那个女孩子到底跟你有什么过不去的？你为什么要关着她？人家就快哭死了，你干什么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无理禁锢是犯法的哦。哎呀，祸不及妻儿嘛。到底人家犯了什么罪，要关着人家的女儿呢？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啊，你说，哎，我在问你，你说完了没有？说完怎么样？没说完又怎么样？你说完了可以离开，但是在你离开前，我会告诉你，房里面关的是我的女儿，她做错了事，正在接受家法的处置，我不让她离开房门半步，明白了吗？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爱管闲事？刚才如此，现在又来了。唉，你这孩子不学乖，不知道什么是经一事长一智嘛。对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荣老爷，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，不说好像不太好，我觉得说了也许对你有好处。你又要胡说什么？我劝你还是把厉千金给放了吧。什么？厉千金跟我的年龄差不多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，一般都是年少气盛，吃软不吃硬，哎，甚至还有别人哄呢。如果像你荣老爷这样又打又骂的，只会弄巧成拙，事情弄得太僵，谁也下不了台，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。你说对不对？你这混小子，听着，女儿是我的，怎么教她我有分寸，不用你来教。我是她爹，我喜欢怎么教就怎么教。
哎，话可不是这么说。我看荣老爷你是学西洋医术的，怎么这么固执啊？你看不过眼，可以马上离开，不要在这胡说八道，影响我下棋。好，我明白。自古忠言逆耳嘛，听不进去。我明白。不过呢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对的。早，我认得你，你是荣老爷的病人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身上的绷带是我给你绑上的。哦，荣老爷还说，要不是你的身体那么强壮，可能已经被打死了。是啊，谢谢。嫂子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说过多少遍了，这种粗活让他们去干嘛？一路那边也没什么事可做，闷得有点发慌了，所以……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嘛。这几天也没什么病人，总是闲着，这样拿工钱，心里头实在过意不去。嫂子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才对。荣老爷，不要再说了，这几天你脸色很难看，要不要我帮你看一看？我的身体状况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才对。总之啊，以后少操劳点，身子要紧。哦，对了，嫂子，莫兄近来如何？如果莫兄肯重出江湖的话，就凭他的能耐，不难获得一官半职。那样也可以免却嫂子操劳，你也可以安心休养。你知道吗？你的身体最需要的就是休养。这几年的生活实在让太累了，我想，不说这些了。荣老爷，我看我还是先回去好了。好，嫂子慢走。再见。饺子向夫人请安。饺子，卑职参见大人。现在是民国了，起来吧。卑职能够见到大人，真是开心。来，我们六年没见了。是啊，是六年四个月。你的记忆还是那么好。我没什么本事，就是记性好。这几年最开心的就是今天了。我们好好喝两杯啊。来，来，请拿酒来。哎，不要。我的意思是，能够不喝酒就不喝酒。饺子，你放心吧，家里只有好茶，没有好酒。想不到何大人竟然搬袁世凯。哎，有道是人各有志，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做法，但是有句话我是不会忘记的，就是时代不同，什么事都在改变。那就要看改变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。但是对我来说，这种改变肯定不是好事啊！要不是改朝换代，大人跟卑职啊，肯定已经升官发财了。升不升官、发不发财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不过我们两个仍然是光绪皇帝的侍卫。最可恨就是袁世凯了，还有那些王公大臣，贪生怕死，向老佛爷告密。要不然啊，皇上也不会蒙难了。这是天意。要不是出事那天兰心有病，我一定会进宫伺候皇上，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。起码珍妃娘娘不会被迫投井自尽，而皇上也不会被困于瀛台。去用茶。哦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哦，我来吧。那好吧，我到厨房去准备。大人喝茶。好。
饺子，这几年生活怎么样？还过得去啊，哪里要打山贼啊，哪里的有钱人要请保镖，反正不是落草为寇啊，我什么都做。哎，大清没有了，我这个人只会打打杀杀，别的不会，要不谢落草为寇，就这样了。对了，大人你呢？我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不属于这个年代。可是你，饺子，我好久没练功夫了，咱们练练，看是你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。大人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去刺杀袁世凯，又能全身而退，证明你的功夫一点也没有退步。背着我再练10年，也不是你的对手啊！哼，跟了我那么久，嘴还是那么甜，还会拍马屁啊？大人开玩笑，我要是会拍马屁，就不会流落江湖喽。我跟你都不是想发财的人，肚子饿了吧？有一点。兰心还没煮好，我去看看吧。夫人，要我帮忙吗？没什么嘛。千钧呢？哦，大人说饿了，叫我来看看。哎，有什么好吃的？饺子，因为不知道你要来，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好招待你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夫人，能够见到大人平安无事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吃什么无所谓的。不过夫人，有句话不晓得该不该讲。饺子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大人好像和以前有点不一样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变得好多哦。你也看出来了。自从狱中回来之后，不，应该是说刺杀袁世凯失败回来以后，他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嘴里常挂着的就是时代变了，人也开始提不起劲儿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缅怀从前的风光？这也难怪，忠臣不是二主。我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荣老爷，你在这干嘛？没事啊。以后没事少到院子来。荣老爷，你要去找林千金啊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随便找点话来聊聊嘛，不用这么凶吧。你这个人很无聊。荣老爷，我这个人是无聊了一点，可是心里很善良啊。你听我说，你别说我没当你是朋友。我跟你说，年轻人呢，多数是吃软不吃硬的，所以等一下你千万别打他，别动粗啊。还有不要骂他，骂呢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知道你自古忠言逆耳嘛，你听不进去啊。请进。那个人到底是谁？肯告诉爹吗？青青，爹不是反对你交男朋友，爹什么时候阻止你谈恋爱了？你也知道爹是个读洋书的人，比谁都开通。但是你要让爹知道对方是什么人。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，怕你认识坏人，所以查根问底。青青，青青乖，告诉爹好不好？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再问你一句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你不要以为你不说话，爹就拿你没办法了。我最后问你一句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爹，你不要问了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你。荣老爷，哎呀，有话慢慢说嘛，别这么生气啊，你们是两父女，这又何必呢？哎呀，求求你，你别哭了，你一直这么哭，我怎么睡呀？哎呀。荣小姐，荣小姐，
我是马冲啊，也没什么事。其实我也知道你很彷徨，很为难，也很可怜。不过，你就好心一点，为别人着想一下嘛，就当可怜可怜我。你别哭了，你这样哭下去，我不能睡觉，睡不着，那我就没有精神。我一没有精神，就不能在你面前帮你说几句好话了。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啊！啊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哎呦，你别哭了，你哭得我烦死了，怎么睡觉啊？哎，荣小姐，其实我也很明白你的心情，我也还不是一样常常跟我娘斗嘴，她一发起火来啊，喝着是锁门，还打我一顿呢、啊，这是不是说她就不疼我了？当然不是啦。还有啊，你别老是这么难过，这么哭啊也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爹啊，他就是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，就是疼你，关心你啊，怕你被人家给骗了，傻瓜。这样好了，你听我说，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爹。如果他认为那个人品格好的话呢，怎么会不成全你呢？对不对？荣小姐，荣小姐，荣小姐，你干什么？你说话啊！谢谢你，马冲，你对我的一番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哦，小事一件了。那你有什么决定了吗？也许你说的对，但是我要先问一下我朋友的意见，才能做决定。什么？你还问朋友的意见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不能再拖了。你骂的对，我的性格跟我爹是两码子事。我也知道自己做事总是拖泥带水的，带来了很多麻烦。但是我是这个样子的嘛。更何况很多事情你是不会明白的。你有什么事情我不明白啊？兄弟，我不认识你。不认识我？刚才你给我站住！我叫你站住！三天前你说荣耀是个大坏蛋，要我跟你一起去杀他，现在你说不认识我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好，想知道原因是吧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你是个傻瓜，容易上当。不过有一点点功夫，不利用你借刀杀人太可惜了，傻瓜。嗯，好了，走。走走走走！哎呦，怪呀呀！大哥，大哥，你咋还有？哎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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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冲啊马冲，你说你是不是太多事了呢？老是这样管人家的闲事，根本就不关你的事啊。我知道自己是有点多事了，不过呢，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啊，应该是感恩图报才对啊，对不对？荣老爷救了我一命啊，我应该感谢他，我应该报答他。而且啊，他实在是不了解年轻人的心理，我也不想看他们两父女失和，而且我还袖手旁观。哼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还当你何叔叔是你长辈，我是你父亲吗？我真不知道那个见不得光的畜生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你连说出他的名字的勇气都没有，你不要哭，你说。哎，荣老爷，有话慢慢说。你看现在女儿都哭成这个样子，她也够烦了，你就别逼她了。马冲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。荣老爷，我现在是为你们父女俩着想，你怎么骂我？哼，骂你怎么了？你是什么身份呢？人家父亲教训女儿，你插什么嘴呀？那你呢？你是什么身份？哼，我是荣老板的好朋友，青青的世叔。你马上给我闭嘴，否则有你好看的。怎么吓唬我？有本事像上次那样打得我爬不起来？你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我也不管了。荣老爷，本来我想恭敬的向您道别，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现在你什么都不要我说了，好，我不管了，我会上交保过年。眼不见为净。哎，哎，怎么搞的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不是说好了抓到张震赏500个大洋的吗？哎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自己来看，悬赏上面写的，抓到张震赏500个大洋。啊，小兄弟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支援民国政府实在是太穷了，拿不出来。不过我们大队长也体恤你们的辛苦，你就拿去吧。不行，叫你们大队长出来见我。哎，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，商家堡死那么多人就是为了抓张震。这500个大洋是要给死者家属的，你一句话说政府没钱就扣了400个大洋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小兄弟，说话小心一点，别把话说得太满了。什么小心一点？我说错了吗？冤枉你们了吗？那400个大洋是我们独吞的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赏金就这么多，要还是不要？一句话。好，有你的。我会商家堡跟堡主说，让他慢慢跟你们大队长讲理。你敢？开枪啊！我们还有3个兄弟在等我。何必这么认真呢？什么认真？我只是觉得你们太过分了。真是贼要抢钱兵也要抢，真他妈。小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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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你。又是你，真有缘分啊。我没病，不用看了。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今天我不给你看病，我给你看相。别烦我了。小兄弟，你看你啊，乌云盖顶，印堂发黑，两眼无神。哎呀，难怪，难怪啊。难怪什么？难怪你心情不好啊。是不是碰上了不随意的事啊？比如说给人吵架，金钱损失啊。对啊，我刚被人骗了钱。哎呀，就是嘛，你需不需要趋吉避凶的法门呢？什么法门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客气了，马冲。马冲，好名字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护身符，它可以帮你趋吉避凶啊。哎，我以为是什么护身符呢，我也有啊。糟了，一定在荣家。小兄弟，小兄弟。怎么搞的？你怎么样了？是谁害你的？告诉我是谁做的，快点说，我听不见呢。你快说，我听不见。
荣老爷。来得正好，好多人死了，救他，不关我的事啊。通常来说，杀人凶手是不会承认自己杀人的，你不用抵赖了，把他带走。是。哎呦，别打了，我是冤枉的，你别打了。连同党都说整晚没见过你，你怎么解释啊？那是因为他们一个去赌场，一个去妓院，另一个喝得像醉猫一样，他们怎么知道我也醉了？那你怎么解释你怎么会在荣家出现的呢？当时我有东西留在他家里，想回去拿，要我说几次你才会明白啊。查出来没有是谁下的毒手？巡捕房抓了一个叫马冲的人，听说是他干的。马冲，把他弄出来。停一下吧，老大。怎么样，问了半天有什么结果没有啊？这小子真他妈嘴硬，打了半天还是不招。这会儿招与不招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。干什么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是冤枉的，快点把我放了。什么时候放我？放你啊，快了。喂，原来是你啊，马冲，咱们可算是冤家路窄。怎么样，你别忘了是我把你抓来的，你是我的手下败将。马冲，老子在这儿顶多熬他个十年八载之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可是你嘛，我算准了你熬不到明天天亮。哼，你唬我。刚才你问那两个狱卒什么时候放你，他是怎么回答你的？我当然记得了，他说就快放我了，你乖乖待个十年八载的吧。哼，一般来说一个犯人除非刑期将满，否则的话狱卒跟他说快了，哼，那可不是个好兆头，这是狱中的规矩，懂吗？少胡说了，我老婆会算命的，他说我长命百岁啊。好，走着瞧。风水先生骗你个十年八载，可是照我说你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走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带我去哪？我不去。看来是凶多吉少喽。老赖老爷，马冲已经带来了。谢谢管家。老爷，送客。是。哎，你别走啊，这是哪里啊？你干什么？哎，别走。喂，放开我。你就是那个马冲？是，我就是马冲。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青青是我的孙女儿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知道我是无辜的，所以特意派人去监狱救我。大老爷，你是好人，谢谢你。不过能不能请你帮我松绑啊？这条铁链磨得我好疼啊。松绑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老爷。吃吧。谢谢你老爷，你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好饿。你救了我，而且给我饭吃，我马上以后舍身相报。不用了，我只要你身寄青青的亡魂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哎呦，大爷，大爷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哎呦，冤枉啊！还有什么遗言？我没有杀他，你放了我吧，大爷。当你血流干了之后，我自然会放你。不要，不要，大爷！青青，外公要手刃凶手，
你瞑目吧。怎么了？阿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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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山！纳兰老爷手气真好，又赢钱了。今晚就你一个人胡了。哎，钱给你。纳兰老爷果然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啊。此话怎么说？请不要怪我林刚多嘴。老爷，你刚办完了丧事，就兴致勃勃地打起了麻将，这份能耐可不简单哦。我说林大帅，今天这副麻将可不简单，说不定纳兰老爷有什么事情吧。说易不易，说难不难，只要把握机会，准能赢大钱。纳兰老爷，咱们兄弟一场，有话直说。我是个军人，最他妈讨厌拐弯抹角了。好，那我就直言了，我想请三位帮个忙，把个名叫马冲的人给我抓回来。马冲，这个名字好熟啊，好像在哪听过。就是杀死纳兰老爷爱婿的人，是吗？还有我最疼爱的孙女儿青青。这小子躲在什么地方？我林刚马上派人给他给抓回来。他住在商家堡。商家堡？那可是个三不管的地段，听说他们有自己的卫队，而且附近十几个村子连成一气，互相照应，想要进堡抓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吧。哼，是啊，听说他们的武装非常强大，只要他们招呼一声，附近村里的人就会蜂拥而来，共同抵御外敌。如果硬闯进去，很棘手。哼，要是容易办得到的话，我也不会请三位到这来打麻将。啊，我差点忘了，过两天我要到天津，去跟大总统开个会，也许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恐怕这件事帮不了你纳兰老爷了，张大帅啊，不如你来帮纳兰老爷这个忙吧。纳兰老爷有事相求，天月理应鼎力相助。只可惜，实不相瞒呢、啊，我的军队正在酝酿叛变，实在是自身难保。更何况，既然二位有要事在身，老夫也不强人所难。我吴楚夫最无所谓，但又有所谓。什么三不管四不管自卫队，都他妈不是一回事。但是凡事都要讲个缘分。这样吧，如果今天这副麻将我胡了，那么马冲这小子就一定要倒霉了。怎么样？很有意思，不过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山妖，没关系，只要将军能把马冲给抓回来，今天想赢多少
都可以。只不过刚才将军讲的是一席戏言呢，还是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回来喝甜茶，吃香饭，亲婆婆，亲冬儿，马冲啊，你快回来！一个天，四个角，回来喝甜茶，吃香饭，亲婆婆，亲冬儿，马冲啊，你快回来！你快回来！你快回来啊！醒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担心死了。你的声音怎么这样？哎呦，冬儿给你喊魂喊了一个晚上啊，你能够平安无事，多亏了冬儿。辛苦你了，对不起。不要说话。你刚醒过来，要好好休息。婆婆，阿冲现在没事了，最难撑的时候已经过了，你休息吧，这儿有我。我可以放心了。冬儿，辛苦你了。冲儿，能睡就多睡一会儿，不要乱动，别碰着了伤口哈。知道。为什么你不问我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你刚醒过来，要好好睡觉，乖乖的，快睡吧。包主怎么样啊？包主啊，我马家虽然不姓商，但是两代人都在商家保生活。马冲的爷爷啊，还救过包主您爹，这是有功有劳。包主，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又没说不救马冲，只是杀人这种事情太棘手了，我怎么解决呢？不，包主，冲儿他绝对不会杀人的。他是被冤枉的，肯定是啊，被屈打成招了。我也相信他不会杀人，只是巡捕房那帮家伙老是用刑来逼他，给他扣帽子，想让他出点钱孝敬他们，知道吗？是啊是啊，那堡主您答应救他了？就算他爷爷没救过我爹，可是马冲赶走了马匪，给商家堡立下了大功，我作为堡主也应该救他。婆婆，哎，你就放心吧。上面的人听着，快把马冲交出来！你们快走吧，我们不会把马冲交出来的。走，走，呀，走，呀，走！快来呀，快集合啊！快来呀，快集合！快快快快快！快点拿枪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！速度快啊！快点啊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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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好，走，走，走！报告将军，他们说不会把马冲交出来的。军长，去吧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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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得了了，城门失守了，他们攻进来了，啊，快走，好好慢。谁是堡主？给我滚出来！我就是。你究竟还讲不讲理啊？就算马冲犯了法，也用不着这么多军队来打，还这样动武杀人。你跟土匪和马贼有什么区别？哼，那李湘怎么样？马上撤出去，离开商家堡。我还告诉你，此地的诸君是我的表兄。谢谢你，商堡主告诉我。你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怎么样？没说完又怎么样？红头给我杀掉！已经让人给杀了，快走啊，快走啊，到哪儿去啊？我不知道，总之我们不能在这等死，快走啊。哎呀，你们走吧，快走啊，婆婆，不要管我。娘，哎呀，你不跟我们一起走？我走不动了，会拖累你们的，快走，快走。你娘，哎，你们走啊，奶奶要我赶你们走是不是啊？哈，娘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傻孩子，快起来吧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我就对得起马家的列祖列宗了。冬儿啊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冲儿啊。你放心吧，婆婆，风声过了再回来。啊啊，快走，快走。好了，快走。娘，娘，快走啊！娘，快走。娘，小心点儿。各位乡亲，你们把耳朵掏干净，给我好好的听着。从今以后，商家堡由吴大将军接管。每年的端阳、冬至，你们要出500块现大洋作为军饷。这是大将军给大家定的最低标准，不要再讨价还价了。我们呢，军纪严明，从今以后不会再出现烧、杀、抢、打这种情况了。你们只要交了军饷，从今以后担保你们不再受马贼、土匪的骚扰。你们要记住，从今以后如果有人不识时务暗中反抗，下场就跟你们堡主一样。现在就是你对大将军表示忠贞的时候。大队长，马冲在哪里？不知道。要杀要砍，悉听尊便，大不了18年后又是条好汉。